它可能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，它会的需要就是第一个，它每一个都长得很像，就是一个倍乘数乘上一个乘数等于最后的这个乘积，然后一个这边的话呢，会需要有一个定位点，然后呢，到这一列结束的时候呢，这边要多一个换行。那当然呢，如果说呢，我们要写这个99乘法表的话，可以分两阶段来完成。也就是第一阶段呢，我可以先写这一列，先让它跑出来。再来的话呢，去思考说其他列怎么跑。OK，所以我们先写哦，分阶段来完成好了哈。所以第一个的话呢，我们就是一样，在我们的 Eclipse 里面哈，先建一个那个 module，这个 module 名称呢，也许你可以另一个 module 叫99乘法表了。OK，然后把它 finish 一下，OK，产生一个99乘法表的 module cancel 掉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思考，哎，看到这个了哈，我把它放旁边哈，这样看会比较清楚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撰写这个程式部分哈。那第一个的话，当然要跑一个回圈，我就什么 for 回圈。哎，那你要思考说 for，我先跑横向的哦。好，横向的话就是一乘，哎，前面都一样嘛。后面这个数字不一样，哎，所以后面1到 9，所以我就往 for i in range 刮胡，我需要变的数字就是1到 9，所以呢1逗点10，OK 哈，然后 enter 一下，那帮我做什么呢？print 什么呢？哎，这个规则就是一乘嘛。后面不一样，所以先双引号自算一乘上，后面有一个东西串接，把那个 i 放进来，但是要转型，好，把 i 放到这边来，一乘一，哎，后面加一个什么？再串一个等于，所以等于，那最后相乘的结果，相乘的结果的话呢，就是把什么？把那个一乘 i 的结果。帮我把它 print 啊，一样啊，这边麻烦的地方就是要一直在转型嘛，哈，OK，然后把这个 print 出去，把它放大，这样看会比较清楚一点点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哈，我们就是试试看，哎，这样结果会不会 OK？把它这个结果，把它好 print OK，好，然后把它执行一下啊。那你会发现哈，哎，一乘有没有这个一放过来等于相乘结果，执行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哎，这个时候呢，有跑出来吗？有，但是它是纵向的。那我要横的话，而且后面要多加一个那个什么呢？一个 tab 的话，那记得哈，请你在最后面这边再串一个什么？串一个 tab。这个 tab 的话就是反斜线 t，哎，对，这个叫 tab 键。那反斜线 n 就换行。但问题就是说，我现在如果执行，它会变成说，它这边是有一个 tab 出来，但问题它折行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把后面那个换行拿掉。哎，那 printer 本身会有个换行，对不对？哈，哦，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，你可以把那个换行拿掉的写法，还记得吧？逗点，把后面那个换行拿掉。哎，对，哎，对，有，哎，回去有练习哦，哈，有就会记得哦。OK，好，等于什么了？哎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那意思就是说把那个换行去掉，它就不会换行了。然后我们来 run 一下看会不会。现在这边是纵向，对不对？把它执行一下。哎，有没有发现？一乘一等于一，有没有？等啊，后面有一个 tab 了哈，所以一直往哎到这边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列完成了。但接下来的话，我要思考什么？哎，后面有二哎，所以下来的话怎么办？你可能就需要哈，有另外一个变数，这个变数 OK 了，这个变数不 OK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多一个，就我的习惯是直接拿这个来复制好了。Ctrl 键按住哦，要把这边改成 J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把这边哈 Tab 一下，哎，让它怎么样？再把这个数字换成 J 不就好了？好，这个就不是一了，把它换成 J。那可是问题 J 哈，我要怎么样刚刚好，哎，让它又变一个数字，然后并且帮我串在里面，然后能够最后的结果
长成这样子。好，请各位先试一下，也许先一个回圈哦。好，啊，再来思考两个回圈。因为呢，一般的那个程式里面哦，未来可能不是那么单纯只有一个回圈，很多时候呢，可能会用到两个回圈的状态。那如果你有两个变数，你可能就需要两个回圈去分别产生那两个变数，两个变数的值，然后放在你要指定的位置上面。OK 哈，所以请各位先思考一下，先把横向的一列先做出来，一乘一等于一，一直到一乘九等于九，先完成。那完成之后再思考说，哎，那我如果说其他的列位要能够无法炮制的话，那该怎么做？哦，试一下哈。